Come on, baby. One more time.超级大长桌，然后黑板上有一些特别彩，看一下。哦，这什么茶？好喝吧？感觉是桂圆的那个味道，桂圆红枣的味道，比较淡的。然后桌上还有糖。好了，这个鬼主人再看下一家。为什么要厨师这家？串串。你们还能吃下串串？串串现在没有冰川啊。没有冰川跟串串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没有。咸酥鸡，旁边是甜不辣，然后这边是蚵仔油条饭，这是他们家推荐第一个东西，都是绿色的，是某人会喜欢的。你们是，哦，下面还有点豆腐，那豆腐串串肯定是好吃的呀。看油条，这个饭真的是好香啊！尝一口里面的小蚵仔，不腥，油条，你看我放一会儿，这边已经有点软掉了，里面会有一点点的小米椒。变红，但是充斥着一点辣味。豆腐的话会让饭吃起来更软一点，因为我本身就蛮喜欢吃豆腐拌饭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把这个挑掉。先吃一口原味的盐酥鸡，确实没有九层塔，就很像速冻那种油炸。这个我蘸点番茄酱的甜不辣，甜不辣老是炸得格外的酥。这个是蒜香白酒蛤蜊，42块钱。数一下，1、2、3、4、5、6，大概10多克蛤蜊吧。旁边配了个面包。就是有一股奶油和蒜香的味道呀。就像是椰香吗？我感觉像乌皮。乌皮，好的，你说乌皮的味道，我分不清楚啊。它这个很西式，不是那种中式的味道。这个是配的面包，我蘸一点那个底下的芝士。它下面是有些汁的，看起来是一些。这个面包它也是涂过黄油烤过的，很香哎。这道菜其实它单价虽然贵，但是每一步做都挺用心的感觉。现在时间就是晚上的5点半，只有我们一桌客人。不过今天是个下雨天。家店想吃的杏仁冰砖今天卖光了。感觉晚市就是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就是没有，他说明天会有，就这个东西可能要看运气。蚵仔的油条饭它比较特别，其实甜不辣第一口还可以，它是我吃过炸的很酥的甜不辣了，已经是就那种酥的感觉会让你就是觉得甜不辣本身的面粉感没有那么重。给拔草一下甜，开心，拜拜。